好点了吗？弟弟，好，谢谢啊。弟弟，快点走嘛。弟弟，弟弟，我坐自行车回去，你直接去电视台，我说不定还来得及。不用了，我不想那么赶，安全最重要。这样不行啊，安全虽然很重要，但你还是听我的，快赶去电视台，吓人不开心。好了，弟弟啊，小心哦。Yeah.
哦，身亡有严重脑细胞的危险。第二，吃的健康，饮食均衡，少吃糖、盐和脂肪含量高的食物。第三，保持心情活跃，尝试多阅读或学习新的技能，多玩吧。第四，积极参与社交活动，多与家人和朋友建立起良好的关系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饥渴的压力。最后，掌握好您的健康，少喝酒，少抽烟，控制好糖尿病、高血压。别让血管性失智症夺走您美好的人生，请上网学习更多降低患病风险的知识。中场院子里，超级快大促销，超过上百个超级品牌，几上万件产品，超低价格，绝对难以置信。六次超过14K Android 电视机，899元起；14次笔记本电脑，359元起；智能手机129元起。
的帮你这么冷出路，你就跟你爸爸说话，枉费我送你去国外。你读的学历这么高，我今天还是不打你不行了。你老公呗。Four times, WWF champion, the World Wrestling Federation champion, the champ is here!